那工资就在抖了。志工庄先生热衷做环保，因为生病双手不自觉颤抖，也容易晕眩，无法走太远。行动浴佛台来到环保站，他特别欢喜，究竟能够有这个机会，能够我们参加，我觉得很殊胜，很感恩，很好。<笑>透过浴佛洗涤心灵尘埃，好多志工都非常期待。 看资深的，他们都问说：“我们什么时候浴佛？”他们都会问哦。华语金砖呐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参与。受疫情影响，改成移动式浴佛。慈济照顾户许先生人生低潮期，志工送暖，他投入环保，贡献一己之力。大家安尼拢当平安啊，平安顺的。祈求大家都是这一次的疫情，大家真的要警惕啊。 所以一定都要如素啊！疫情敲响警钟，提醒大家如素护众生，浴佛祥和宁静，人人发好愿。大爱新闻黄玉仁、郭玉玲、欧阳光辉南投报道。